表妹果然是重情重义之人，用自己来换爹娘啊。这不正是你所求吗？啊，对，我的目的就是抓你。就凭你也想抓我？你简直做梦。始终还是太稚嫩了些。仙仙果然对班花了如指掌啊。陛下过奖，此刻只需将班花嫁给石大人，容霞自会溃不成军，再借二人婚事调虎离山捉拿太子，一切水到渠成。陛下何须亲自动手？只是未想到这班话声东击西，竟真的寻到了静庭宫的所在。来人啊，传朕旨意，封闭所有宫门，绝不可放逃班怀夫妇，若有差池提头来见。是。之后的一切便交予仙仙了。陛下放心。哎呀，站住，干嘛呢？各位官爷，我们是卖猪肉的。朱席子，没问题，走吧。谢谢官爷，快走，快快走。站住！走走走，老爷不认，你们先走。你也小心点啊，小心。